喂，Hello， 大家好。哇，今个月真系好多行业巨物啦，介绍。咁今次呢件系 CRKT 2018嘅新产品其中一件。咁啊，呢件嘢都几有意思。咁啊，打睇系咩嚟？咁啊，系一把呢个 CRKT， 即系嗰啲。所以 Gerga 刀啊 ，Nepal style 嘅啲弯刀。咁呢把点解我话有意思啊？咁即系呢 concrete 好多人都有出啦，咁即系平又有，贵又有咁。咁你话平嗰啲即系好多啲好平嘅牌子都会有出，咁亦都去到可能好贵都有。咁但呢把佢个价值何在咧？呢把價值咧，就係因為咧，今次 CRKT 咧係揾到呢個做呢啲 concrete 同埋做斧頭啊、tomahawk 啊一個好出名嘅牌子同 designer 做，咁就係呢個 RMJ Tactical 呢間公司。咁如果你大家可以 Google 下，或者你本身你識呢間公司，咁佢即係出啲斧頭同呢啲咁嘅巨型刀咧，都出名，而且個價錢都相當貴。咁今次呢把嘢就係佢個 RMJ Tactical 嘅 Ryan Johnson 設計。咁呢把嘢叫做 KUK KUK。咁啊，佢其實係將佢嗰個將佢嗰啲 RMJ 自己好多嘅。concrete 嘅一啲概念同經驗咁擺咗呢個呢件 product。咁我第一個直覺一望嚟就係一個好特別嘅手柄，我睇到一個好特別嘅手柄。你睇下佢上面個 texture， 呢個係即係比較少喺呢、這個。呢、这個即係唔係 CRKT 嘅，其他啲即係比較經濟價位嘅 concrete 上面比較少見呢種柄，因為多數就咁整個嗰啲啤膠柄算，好唔會同你做咁多呢啲咁嘅 texture 啦。咁而且呢個 texture 係佢哋嘅一個 signature texture， 咁揸上非常舒服。佢呢個一個。一個摸落去嘅一個 nylon 柄嚟，咁其實呢個係嗰啲 GNR 嗰啲 grass reinforced nylon， 即係你可以當佢係其實係啲玻璃纖維嘅 friend 咁樣。咁但係佢個感覺揸上係好絕手啦，非常絕，即係感覺有少少似軟膠嘅，即係你。撳啊！大力撳啊！其實你感覺得微微嘅軟，但係其實佢係硬嘅。咁揸啦，首先最緊要絕手啊！因為呢啲咁嘅刀大大把，呢啲揮來揮去呢啲，即係甩手都好大劑。咁啊，佢係你見到佢中間有穿呢個咩啦？有幾條呢啲 rivet 穿咗過去啊！即係話俾你知，唔會甩柄啊，唔使驚，唔會劈劈下成個柄飛咗出嚟。咁啊，又叫 rivet， 咁啊可以穿啲幼繩都穿得到嘅，即係幼繩都穿得過啊。都唔話幼，應該 spool 睇先。啊，啲散繩穿得過一條 ，single 一條50可以穿得過。咁啊，你可以點穿到？你個高齡症改穿喺呢度，再穿落呢度就得。咁啊，係有個。有個繩嘅 hand guard 咁俾你，可以揸穩啲。你甚至穿幾點，穿兩點，可以啲手指穿過，咁啊可以更加穩陣。好，睇下佢成個 spec 先呢把嘢，哇！大到鏡頭影唔曬，擺低先，放低少少先。咁呢把嘢就因為2018呢個 CRKT 就開始轉佢哋用嘅 steel 啊。
咁啊，好多佢啲外刀同你大大把斬斬劈劈嘅，佢用一隻叫65mm 嘅一個 carbon steel， 即係就再唔係用翻嗰啲 AUS 八啊咁嗰啲，即係佢之前好多都係用 AUS 八啊，咁上一兩年有時用啲國產鋼啊，嗰啲 MOV 嗰啲嗰扎乜嘢。咁啊，把嘢就十寸半长啦，个 blade 十寸半，成把咧就近乎16寸咁长。咁16寸都 standard 嘅 KUK size 啦，呢个。咁你睇到佢嗰、那个佢嗰个下边呢个凸位嘅位置都相当低，即系都算，即系佢哋睇翻个依个 band 个直线喺呢度。你睇到佢个头系耷得相当低，非常夸张。咁你可以攞翻 RMJ 佢自己嗰啲 product 嗰啲相比较下。咁呢个渣落，其实呢把嘢唔算重咧，因为佢唔系好厚嗰种，唔系超厚嗰种 concrete。咁佢个厚度系0.14寸啊，0.14寸。咁要对翻个即系 mm 系几多？一睇落呢咪得个3.几mm 咯，咁但系你话攞嚟劈一般嘅植物啊咁嗰啲，完全冇问题。咁 edge 都几好啊，都唔错，即系斩斩劈劈嘅讲算系。咁而且佢开得个 angle 都几高啊，所以佢唔系货你劈好硬好咩嘅嘢，即系真系可能你。我哋收割稻米嗰阵，比较适合揸落个 balance 就，等喺镜头外边试挥两下先啦。都几好，即系适合我点讲咧？适合一般人士使用啦，因为佢点讲咧？有啲。for chopping 嘅刀咧，佢設計出嚟係真係比較重，而且你佢個即係個 balance 咧，擺得可能個前頭重都好緊要，咁所以你手較時唔夠力咧，你都冇話劈唔劈到啊，可能未劈到，你已經扭到自己的手先。咁呢把我覺得係好適合一啲即係一般人士使用啊，即係你唔使特別食過野竹，你都。即系冇乜整伤你只手嘅危险，呢个都即系一般人嚟想试下咯。即系因为我接触过有唔少人见到 KUK 好鬼惊嘅，即系佢前一买把直嘅 chopper， 佢都唔买 KUK， 系因为佢惊唔识用，即系佢惊唔识用问题。咁所以我觉得呢把系即系几好嘅，咁加上佢价钱又。非常大众化，咁又系整把咁攞嚟做下营地之星都唔错，即系你谂下，如果你去露营咁，有把咁嘅嘢都相当有意思。咁佢个 shift 就正正常常啦，你又唔好 expect 佢超靓，即系都。O K 啊，合格啦，即以一个咁大众化嘅价钱，咁啊呢个系驼腰啊，腰揈下揈下嗰只嚟，咁佢又冇其他嘢俾你去打横绑，打横绑你自己要落绳，绑上自己腰带，咁百扭啦咪一定稳阵，咁但系又佢又唔 expect 你话要话去水嗰啲啦，呢个就。即係呢個濕咗水就會淋嘅，濕淋嘅，佢唔似嗰啲 Kydex 嗰啲可以去水去得咁快。咁啊，呢、這個套係咁啦。咁啊，刀就黑色嘅 powder coat 啦。咁啊，大家即係因為有啲朋友會就幾樣嘅就係驚佢花啦，呢、這個即係要考慮啊。啲斬斬劈劈嘅一攞出去用就花啦，
咁啊，完美者就即系要考虑下呢样嘢。不过你话真系卖草都抵啦，即系又唔系贵。即系如果你嘅 budget 有限啦，系咪？如果你又唔会买 RMJ 嗰啲，呢把都有几好选择。好，呢把嘢介绍系咁多先。哇，仲好多片拍。好，下次见，拜拜。